那个春节呢，就我们讲除夕守岁哦，那这个其实就是你要去放这个，选择你的守岁的英雄。算了，不要讲这个好了。除夕守岁。要讲吗？好了，讲这个好了。哇，你可以在这边邀请。我为什么我的礼服不够哎？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除夕守岁了。这样真的，就给你看一些这个宠物哈。哦，你去抢。好啊，就玩到这边咯，这边就挂下去就可以了啦齁。然后基本上是这样。然后比较 different 的 ，hand damage 吧 ，hand damage。动作。手机吗？